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前两天有一个粉丝，来电话说他想要着二号秤，他的口面直径是42.5厘，二号秤锅，我今天抽空都给他做出来。内幕里头还是晒西沙，晒着一点用手叫它按一下，着空隙碰沙子叫它填满。圆圈用沙子给它绑起来，用鼻子把它刮平。圆圈用沙子叫它围起来。用抿刀叫它刮平，喝香，撒点儿泥沙，模子外边还要晒些沙。现在要浇口下沙，上边叫它拧刺，扎起口，起香。浇筑，
小郭，按俺这说是二号秤，它的口面直径是42.5的，尖底锅，这也是可以我分四道的，也全部都给他做齐了，这一包装就给他发过去，好了。也不多说了，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抖音。